在这边录影，有没有？较为困难处是本日的海浪十分的巨大，再加上又离山壁比较近，那救援过程中有部分待救者是攀爬在山壁上面来躲避海浪的拍打。那救援过程中，我们要避免我们直升机的下起气流将待救者从山壁上面吹落，那又要避免那个 地面的人员还有待救者进吊篮的时候会被海浪卷走。所以空中跟地面的特搜人要保持良好的互动，然后尽速将人员救离相关的现场。那在此建议民众，就是在出游前就是要掌握好天气的状况，如果说已经知道天候不佳，就尽量避免前往比较危险的地区，避免后续造成自己家人的生命财产的危险，然后以及增加相关单位救援的难度。那谢谢各位。